杨洋，你真的抱了好沉的东西，特别暖心，选择了一个最难拿的一个礼物，对，选择一个最大的。你别走不觉得暖心了，你别走着走着，金波啊，哎，上哪儿去了？K5000，五千米。秋风，你觉得现在走了几公里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分不清。你觉得6公里还要走多久？我感觉走了好久，爬了走了一天。吃明天的早饭的时候到。吃明天的早饭的时候到。快到终点的时候，我看到，然后提醒你，然后我把那个单个盒给你。喊着口令，激励大家。哪有这么快呀？6公里哪有这么快呀？对啊，肯定不止。